收看校园爸爸看，在我身后是举办三年一次的全国球类锦标赛，我校共有四队参加，分别是篮球男女、羽球男与乒乓男，让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吧。希望下一届的独中赛，我的学弟学妹们能够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，把热心这个名义让给全世界全国人知道。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独中哦，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初三没有圆到这个梦。我今年是第一次参加全国独中球类赛，然后我是代表羽球，我拿到冠军。落选的选手不要气馁，得奖的选手再接再厉。感谢你的收看 ，Ashram 校园播报看，学美林奇静为你现场报道。